摔跤练着练着会不会真打起来呀？咱们看他们俩能不能打起来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？好，来我裁判啊，听我的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嘿，加油！好走，加油！给你个便宜，今儿个，我这脚往这一搁，今儿只要你给我踢动了，算你赢，拜你为师。啊，我们仨呀是真想劝架，但是真不敢动啊。你使劲吧，来吧，嗨！哎呀，我这傻小子还跟我摔跤呢。不过他这一倒好，怎么了？知道为什么鼓掌吗？他起来的快呀，起来快也管用。说是说，逗是逗，哎，这就是表演啊。所以说武将就这些东西啊。摔疼吗？练这摔跤之前翻跟头什么的，练这些倒地，你练习惯了就不疼。就是你得一滚，把这劲儿给他卸了。对对对，会摔。摔跤得先学会被摔。对，这师傅一开始摔你有没有说，就是你还不会挨摔的时候，就先挨过几下疼的有吗？也有过，也有。刚开始练摔跤是有过。是不是像我这么瘦的这样的不适合摔跤呢？就感觉我你适合被摔呀。他想这俩想当初的时候啊，都跟你一样。我也是跟你一样，是吗？哎，哦，这是练出来。想当初的时候，那会儿我打全国比赛是57公斤，是摔跤的全国比赛。摔跤的，传统摔跤，然后呢，国际式摔跤都比过。哦，哎，这到比赛时啊，你看，其实咱表演的时候它是有套路的，对吧？那到比赛的时候，其实就没有套路了。对，表演它就表演的这个方法，就它中间有点小笑话，那个看着还特别有意思。对对对，嗯。